Conny 由世界著名建筑大师 Carrie Hill 精心设计，他极之豪华的度假酒店作品举世推崇，世界各地好似日本、印度、新加坡、泰国等都有他的杰作，而 Conny 当然会是最新的一件艺术作品。项目位于双子塔金融区旁最矜贵的皇家和领事馆地段，附近为各国领事馆和皇家贵族官邸，步行可以直达 Pavilion 购物街，部分单位更加面向皇家雪兰莪高尔夫球场和皇室官邸，在市中心物业来讲可以说是非常之难得。更加难得的是 Conny 位处于正在兴建的地铁站旁，步行一两分钟就可以到达，距离投资总估值高达400亿马币的全新金融区 TLX 只有一个地铁站，租务市场必然更加畅旺。而正在策划兴建的新马高铁总站，距离项目亦都只有四个地铁站，而由坐高铁去新加坡就更加方便了。Conny 楼高51层，住宅单位有297个，间隔分明，用料豪华，更加拥有特高楼底，空间感十足。高尚气派的大堂，豪华会所设施包括11楼、36楼无边际恒温泳池、健身室、宴会室等应有尽有。50楼高层天际餐厅更加可以给你 Sky Dining 的尊贵体验，必能够成为当地的新地标。加上礼宾式服务住宅、家务助理和酒店式点餐服务等，给你每日体验五星级的生活质素。想对这个楼盘了解更多，快点联络中原地产。